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电脑用风扇。其实只要简单几个步骤，你也能挑选到非常适合自己的产品。首先是尺寸的部分，常见的话就是12公分、14公分，也有20公分的，那就是依照自己机壳的资源度来先选择对应大小 size 的风扇。那风扇尺寸越大，就代表说它可以用更低的转速达到跟原本的风量一致，所以理论上它的噪音也会相对比较低。当然越高级的风扇，它会尽可能做到在高转速下同时保持静音的表现。那如果对转速想要有更细微的调控，也可以选择支援 PWM 的风扇，它可以透过主机板的软体调控来针对转速做细微的调整。通常我们会透过 PWM 来抓到性能跟噪音最平衡的区间。这样子大家学废了吗？